耿爽表示，对个别人总是发表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深表遗憾和不解。中马合作建立在平等自愿、互利共赢基础上，严格遵循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。如果有个别势力出于政治目的任意损害中国利益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对，坚决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。